弟子是为了武当设下。你只是一个下属，武当派怎么样也用不着你做事。住持，人变样殴杀掌门，是谁主持你的？我没有杀害掌门。在冷笑，暗示前无路，浮云在身边，迈出警告，我高是阔步。谁知此山头猛虎怒高，胆小非英雄，决不要轻怒。冷眼对血流，寂寞是命途。冷笑，暗示前无路，浮云在身边。